子做豆芽。首先要把豆子放到一个盆里，让绿豆在温水里泡6个小时。6个小时以后，把豆子拿出来，放到一个矿泉水桶里，下面扎几个洞来漏水，每天浇3次水。豆子不能见到阳光，一见到阳光它们就会坏，在我们家4-5天就可以吃了。